奥特曼不再相信人类了，开始破坏起地球。快长按点赞三秒唤醒他们吧。一，梦比优斯躲避怪兽攻击，导致人类大楼被毁。亚破坏人类大楼，点亮爱心唤醒他吧。这一路上走走停停，转不上的大路不止，爱就这场的前一个真的是个日，如今笑着前程之前人无可避，发生了一个可知的不能确实的分享。三，奈欧斯撞坏人类房屋，觉得他能建好扣一。都不发狂怕死队员。五，希卡利破坏人类建筑。故事还是段心情，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，再次看到你微亮着梦里笑得很甜蜜，从前初识这世间慢慢留恋，看着天边死在眼前，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彩一遍。六，奈欧斯和怪兽战斗撞坏人类大楼，惨遭驱赶，你会点亮爱心为他加油吗？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雁。